记者李立法屏东报道，为迎接2018屏东热带农业博览会所种植的 3D 立体 Hello Kitty 彩稻，经过一个多月的育成期后，今天亮相。造型可爱的人气明星在园区稻田及花海映衬下格外吸睛，也为今年热博增添童趣。县长潘孟安欢迎国人利用春节假期畅游屏东，享受南台湾的热情与农产美食。屏东热博将于2月3日开幕至3月4日止，出席休园一天，为期29天。园区设置14大亮点主题，包含 3D 彩绘稻田、迎宾花海、瓜果长廊、水果乐园、蓝艺馆、艺术盆栽展、原名特作、水产馆、杂粮特作、食农体验、农特产行销、农村再生、休闲农业、中药草等，以农作营造大型的景艺术，融入农、渔、畜、休闲观光产业及原名客家多元文化。县府为配合人气明星 Hello Kitty 所代言的主题乐园，民众入园就送 Hello Kitty 限量纸帽、红包袋、造型小灯笼，送完为止。入园参观只收清洁费，汽车100元，机车30元。园区还有许多农产品及小吃摊位，详情可上屏东县政府网站查询。